风云四号 B 星是风云四号 A 星的升级版，增加了一台快速成像仪，可以跟更快速对地球进行扫描成像。同时，风云四号 B 星的测量精度更高了，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气象预报。风云四号 B 星入轨以后，能提供250米分辨率的测量，比风云四号 A 星提高了一倍；能提供0.05K 的测量灵敏度，比风云四号 A 星也提高了一倍。